Check it. Get it. Check it. 哎，各位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哦，未歹哦，精神算未歹。一般第一名吼、哦，我对普安啊困未好啦吼、哦。啊，我相信我差不多来五十几届啊，还阁安尼，啊，所以恁若第一届来困无好，这算正常吼、哦。啊，大家较忍耐咧，啊，今仔较硬到吼、哦，咱为在八点开始，爱上到下头十点吼。哦那么我今天这节应该讲较轻松的啦吼，我来讲这个农场的管理。那么这是以我家己的农场吼来做食物的讲解吼。那么我大概就要讲这吼内容吼。啊，有要安怎种好的水果吼、哦？啊，要安怎刷树啊栽？啊，自动灌溉。啊，然后好的品种要安怎改良？哈、啊，用嫁接、這個。啊，介绍我的远景。那病虫害要安怎处理？哈、哦，啊，有一挂野趣了哈。啊，大概这我来一个来跟大家来分享。啊，大家做来研究哈、啊，来探讨哈、啊 okay。来，我首先，咱来讲到农业哦。第一个就是爱讲着水，因为若无水，就无农业。啊，尤其水是咱的生命的三大要素之一，吼、哦，能够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我认为爱搁加一个土壤，吼、哦，土壤。咱所有的动植物，拢爱有土壤，吼、哦，来做咱脚踏实地的所在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咱台湾。米食是咱的主要粮食，哈、哦。啊，种稻米是自古早，哦，为渔猎生活进步来到农耕的时，啊，稻米是足重要的稳定的食物啦，哈、哦。那么，水稻你刚才听了讲水稻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个是一个水生植物，哦啊，水稻拄啊伫咱农作物内底，也在讲用水量上大的。啊，因为咱东方人吼，大部分拢食稻米吼。以前若要讲要食面食，拢山东的啦，还是后壁的人咧食，吼，拢食面包、面食这类的吼。但是即摆少年的嘛，已经习惯后壁的这个素食的方式啊吼。那么真侪人吼，因为即摆社会进步嘛，有一挂电脑 IT 产业，因开始爱用着水。因为做一个高科技的物件，一定要稳定的水源，吼、哦、来做因的一挂清洗机械啦，清洗遐一挂面板有诶无诶吼。啊，即卖因用诶水原来足大量，所以即卖说工业用水咧抢农业用水，哦，所以中科二级吼，遐个农民往哪里抗争吼、哦？那么有的人拢想讲，啊，农产品稻米啦吼，而、且产值遮低。但是你若用战略的角度来看，粮食民以食为天。你若无粮食通去食，你的电脑遐机房敢袂当拆落来食？吼、哦，啊，这足重要。万一咱台湾若去用封锁，吼、哦，尤其咱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，吼、哦，伊若甲咱封锁，咱的战备粮冻咧三个月半年，啊，咱家己的粮食的自给率敢若32%尔。剩的拢爱靠进口，我这足危险的呢。啊，尤其总讲咱即马无咧战乱，也无封锁，咱逐天拢爱食的，食的蔬菜、水果，吼、哦，啊，稻米，拢爱靠农业生产出来。哦，虽然即马有通个进口，哦，所以物，这个物价算较稳定啦吼、哦。当然啦，风台来，这当然就拢会起去的。哦，所以唔通看轻农业。农业是咱的立国之本，你甲注意看中国，因3000年的历史，哪咧战乱，就是拢是为着粮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逐工拢咧食，拢咧含农业咧斗阵，所以唔通看轻农业，吼、哦、啊，尤其咱台湾民政府较推广有机健康的
食物的来源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将来咱民政府呐，即种咱是要行较高经济价值，吼、哦、啊，较精致，啊较环保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有机的农业啦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看杂草甲水土的保持。以前阮爸爸妈妈因咧台人，那看到草啊，等于看到原始人，哦，欲去之而后快，因为因的观念中。啊！食草啊，拢会食食肥料。我要摇水果食的，哦，果树食的，要摇稻啊食，结果草啊又甲你斗抢肥抢掉去。啊，所以呢，看到草拢一定爱赶紧要甲处理掉。但是以前无杀草者，拢用人工咧除草，哦，迄足搞工足麻烦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莫怪因迄代人吼，顶、哦、一代是大人看到草啊是安尼，绝对爱紧赶紧啊处理无。伊会那结枝搁断嘞吼，迄速度会惊死人。但是其实上天发明这草啊吼，其实就是要做水土保持的。你注意甲看，你若甲土壤你甲芳掉，用耕耘机芳掉，你拢莫甲动，哎、欸，无偌久草枝草啊根伊内底自然就搁爆出来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迄、欸、草嘛介奇怪。你到寒天拢无雨水，伊打甲敢若讲打死啊！春天啊，雨水搁压落，哎，雨水搁爆起来。哦，所以这草啊，就是上天设计讲，只要若有雨水的时，伊自然就要发出来做水土保持。哈、哦，因为雨水袂直接去跌落土壤，就袂喷开，就袂对水流去海去。哈、哦、，OK。啊，即嘛政府是咧推广讲。啊，你若小耕，啊，无你著种一寡即款花卉吼，做地表景观的一个改善吼，啊，做田园风光安尼就对啊。某人咧当作像花东种古一边啊咧种一寡即款啊盆景菊之类的吼，啊咧做观光景点哈。OK， 好，啊，咱即来看，即张是中央山脉伫屏东这边啊。南大武山南平遮，自八八风灾了，遮安尼一条白色的，迄就是拢崩塌地，遮有差不多四五百条崩塌地，因为八八风灾迄个雨量落了实在有够济，咱台湾的平均的年降雨率是2150毫米，啊，结果伊三工甲你落差不多2000毫米，差不多一年雨量伫两三工内拢解落来，啊，所以造成土石流，哈、哦，啊，因为过去九二地震，哈、哦，啊，佮咱自国民党来台湾了，滥垦滥伐，哦，所以山顶的水土保持已经破坏去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遮一条一条白色的，迄拢是崩塌地，哈、哦。好，那么日本时代。日本人发现讲，哇，咱台湾的山顶有足多好的树啊，吼、哦，迄诺基哈，那么伊就拢有找，因为日本人开住房仔厝，房仔厝冬暖夏凉，吼、哦，通风阁好，啊，所以因啊，咱的迄诺基阁袂旧、袂烂、袂臭，吼、哦，阁足芳，啊，所以因找种足多等于日本迄区呢，日本的宿舍吼，因、哦、的厝。不过因日本人伊是伫这个差不多四尺高只，三四尺高。用骨啊固掉，迄条头要低嘞，啊！这固掉了边啊有足侪空地，因为佮保证形容机会知啊。但是中国国民党1945年来了，伊毋若找尔呢，干那找啊无佮保灾啊，甚至佮连迄个金龙屋起来做屏风、做刀啊、炮地刀啊，我、啊、这当时是足高单价的吼，无论你外销还是伫台湾卖拢足好个，啊，所以。因乌作侪，啊，其实遮树根就是拢咧霸住遮个土壤，吼、哦。这里是拄好一个崩塌地啊，啊，我看咧，我甲翕过，我、哦、这根差不多三四层楼啊悬啦，差不多要12米，我看伊安尼插偌深咧，我、哦、所以伊安尼插遐深，土壤要许流去，啊，就即当树啊要许淹倒的几率就少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这是先啊。早期无啥物听着讲啥物土石流，啊！即十几年来，只要落大雨，
就听到讲咱台湾对一条咧土石流，啊，这就是因为咱山顶错太侪树啊，吼，无啊，佫无富裕哈，啊，尤其宋初鲁迄阵做乡长，要五毛给一块，啊，山顶一直开产业道路入去，吼，啊，迄就是拢有山了去看讲哦，对一条要有好的树啊，无路通去甲错，啊，所以开产业道路入去就是拢咧做遮工课，吼，啊，佫种一挂迄、那个，甲一挂树啊撮掉，啊来种高山茶，啊，即种造成咱台湾国土的灾难哈、啊。OK， 好，啊，咱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咱介同款哦，伊边啊有一挂回教的罗马国家，哦、啊，那么咱台湾边啊就一个阿强啊，这个土匪啊国家哈，伊、啊、拢用历史用感情讲。钓鱼台足够就是中华民国的，吼、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拢用足够以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因就已经有捌人去遐登岛过啊，那迄个爬过拢算因岛的，啊，那连讲伊来阮岛行行呢，我那讲恁岛我的，我捌去恁岛过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罗马国家吼，堪伊安尼有理说不清，咱尽量堪伊切得清楚哈，堪中国人尽量切得清楚，坎坷呢。以色列这个，伊是一个沙漠的国家。那么沙漠国家，你就知影绝对足欠水的。伊65%的水是靠因的加利利湖来供应，这个、淡水哈。那么剩的要安怎呢？因就去发明海水淡化的技术啊，所以因海水淡化占25%的水是靠这个来的哈。啊，那剩的欠10%要对来，因哥发明。哦，过滤的系统，把遐个用过的水搁回收，搁再制作过滤了，吼、哦，搁差不多供应10%，啊，所以因就无欠水，但是因水足欠要用的哦。因以色列规定袂使洗车，你干那会当用鸡毛清啊清清的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因有一个法律啦，吼、哦，你若洗车，人甲你举报，爱开罚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水对因来讲，因的水是。在沙漠来讲是生命金嘛，你无水连你就吹打死啊！啊，啊，所以因农业以色列因嘛爱食农产品呐、啊，所以因所种的农产品，因发明滴灌系统，好无？啊，配合电脑，哦、啊，这种作物伊一天要食话偌济水，电脑甲控制滴给伊食，干那伊的根部只有水分尔，剩的边啊只就拢干。啊，你就知影，若打就草啊，就发袂开。啊，先工免除杀草，这也免靠人工去除草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发明这套系统，足好用的，省水。啊，所以欢迎全世界。哈、哦，伊自动灌溉系统嘛是足有名。哦，啊，我咱等下我来介绍自动灌溉这系统，我来拢以色列喷头哈、哦。OK， 哎、啊，这个就是叫做滴灌系统。哦，啊，伊这外行要做一个滴灌的出口吼，一定预定。哦，你要三尺种一丛，啊，伊就甲你定三尺一个出口。吼、哦，啊，五尺一口，拢会使定预定的对吧？哈、哦。好嘞，啊，咱来看这个粮食。吼、哦，拄好讲过，以前蒋介石来台湾，伊就讲要反攻大陆。吼、哦，爱、啊、什么广积粮，有无？爱做战备粮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尤其是金门妈祖，那伊啊做兵过，拢知影，拢捌食过迄个啊臭埔的米，因为金门伊拢物件拢，迄、那个战备粮拢藏伫迄个山洞内底，啊有诶，许有许湿着臭埔有无？啊是啊，讲起来足荒唐啊！甲新收来的米下入去仓库，山洞内底甲下哦，差不多要歹去啊，卡搁摕出来食。摕战备粮阁出来食，啊新的米拢下入去，啊摕旧的出来食，啊但是这无多吼，这个讲叫做战备粮哈、啊。那么，足久已经无听到讲战备粮这句话嘛，吼、啊。那么以前我咧做兵，我嘛定了迄落，食了迄落安尼臭不臭不的米，甚至有阵啊讲连去食泰国米，迄泰国米吼、啊，你若煮了无好势。我、哦、是打个灯，我记阮迄阵个旅馆吼，啊那伊个泰国米煮个煞像个沙啊散散，伊袂一粒一粒粘做伙啊。
哎呀，那倒落去咱的女王，佫有声，有迄像迄倒沙的声。哦，哎，我那会记我才食半年，了卡开始有台湾米通好食。这个所在，尤其伫屏东的屏东平原哈，特产的迄个所在，你会记呐？还佫差不多二十年前，咱看电影，拢还佫先放国歌，大家还佫起立唱国歌，有无？电影内底拿来做，咧挂吊来者吼，拢差不多伫屏东特产迄个平原遐翕的。但是伫差不多十五年前以后，要看这个。安尼一望无际的迄个稻田就无得看，安那尾啊，槟榔青啊吼，槟榔好价，遐个特产遐个人吼，客家人拢改落去种槟榔树，因为我会记差不多十五年前，阮家己的阮爸爸以前的槟榔树，我挂去交巷口，一粒槟榔青啊，一粒无十六块台票，啊，迄阵一斤的鸡卵拄啊十六块。哦，所以我印象足深，莫怪屏东的平原大部分即马拢头种槟榔树，啊无就种迄个莲雾，哦，迄种较高经济的。啊，但是我咧想讲，我惨嘛咧啊，屏东平原本来是原来一个粮仓吼，含嘉南平原同款拢是一个稻米的一个粮仓，啊，即马拢甲改种果树，啊，槟榔树。以后呐，台湾向红色临时讲要发要改落布条啊吼，哦，迄工程就大呢。哦，我这个以前中国因这三千人年来咧战乱，就是拢为着粮食咧抢粮食，因为遐饥民伊会结群吼，就结几栋安尼吼，变盗匪，啊去抢，啊甚至有诶官兵买去。变强盗，官兵若无通啊，遮样会卖出来抢啊，啊，含遮盗匪盗做伙，所以中国吼，因迄边若咧乱，差不多就是拢为着粮食咧乱的吼。啊，所以粮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足重要，欸，老百姓若无通啊，遮就要甲你这個政府甲变掉了吼。好，啊，进台湾你看，因为做事愈做愈实。哦，因为这是这农作耕作拢袂趁钱吼，啊，所以伊规去租人，租即马有用太阳能板咧发电，吼，哦，啊袂有台电安尼，啊像隔壁，你本来拢布条啊，布条啊袂趁钱，啊着租人去乌做鱼窟啦，饲泰国虾，哦，饲南洋鲫啦，哦，啊这你个想啊那？战争的是无粮食，咱若用方式啊，咱的战备粮食完啊，啊，这敢会当拆落来做饭食？迄电锅锅我嘛补袂落呢。好，哦，好，啊，即马阁有这农地休耕的政策，哦，啊，政府都还阁一分地补你5000块，啊，啊，这是足可惜的。这你甲放个荒废了，后日啊，这杂木，有诶杂木咧发的速度足紧的呀。两当三当就发甲变一个森林啊！你若卖甲管吼，啊做啊，即若要复耕，迄就爱请怪手来挖球啊吼，啊佫定用耕耘机大只落去放过，我迄拢爱开足侪钱。吼，啊真讽刺就是山顶咧撮球啊，啊好个平地农地咧平地造林，哦，啊，即我感觉足讽刺，我嘛足不认同个吼，啊。OK。啊，这农业和环保的问题，讲到农业，绝对拢会去。即卖惯性农法都拢会喷农药。哦，你看这三个，会敢那无敌铁金刚，拢无防护措施，也无挂口罩。啊，这伊他是第一个受害者。好，哦，啊，伊若无叫迄个安全期限咧用药，吼，哦，都一礼拜后要采收啊，啊。药也是药效有诶，一个月也是十五天啊！啊，你咧去喷迄农药残留，着咱一般诶消费者着去食着啊！吼，所以啊，因为恁台湾人平均一年每一个人拢用差不多9公斤诶农药啦，吼，啊，即全世界排头前诶，差不多敢若输中国尔，
哦，中国用比咱佫较吃力，因为咱的农民也比咱水准也较悬，要大部分拢会当安全用药，就是剂量啊，佮迄个安全天数拢有咧照农药的迄个监管所下咧使用。啊，若中国吼，因拢阿萨普咧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台湾嘛，佮一个定报纸报讲啊，厝拢咧厝佮家己倒伫园底。有迄家己中毒死去的吼，啊，伊就是无按照迄个浓度的标准落去稀释，啊，造成急性的中毒吼、啊。那么，因为即马大家用药用惯习啊吼，我即区若有除药啊，即个虫有诶会走去别区，啊，你迄区你若无除，啊，你就许食了了，你就变无收。所以即区若有除，隔壁区就往那赶紧落去除，所以大家拢咧除。啊，造成这个整个环境中，作者化学药品飘伫空中，哦，即个环境荷尔蒙诶浓度拢升高。啊，虽然咱无做农，但是伫空中飞来飞去，即个化学药品哈、哦，咱加减拢有输着。啊，所以有个人莫名其妙会着就一挂癌症，哦，就是讲你若拄啊这方面抵抗力较歹，你就会着各种诶癌症。啊。有的吃，啊有的输入去，有的接触到的，啊所以是怎台湾即马病院愈开愈侪间，愈开愈大间，啊拢急诊室拢要塞甲甜甜，拢无房间吼、哦，啊这就是咱家己做得来哦吼、哦。好，啊你只要看这个，这海蛎啊，我一概买断啊吼，比如我买五斤。无法度食较紧嘛吼，啊拄仔看报纸看外煞较坎的，讲我掀开看，哎，第三天都已经直接已经开始咧烂，吼、哦，啊伊这菌会倒，咧倒足紧的，啊这三天就歹去，好，但是这粒三十天也袂歹，就是我若买来一只，煞袂记只许报纸坎的。啊，我差不多十天后去现场看了，哎，啊，他也袂歹，我都足怀疑，啊，无你当时要歹，我一直甲观察，到到三十天会较歹去。啊，大家想看卖，是要食这款的，还是食头拄啊三天就歹？对，迄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头拄啊迄三天就歹的吼，迄无农药，啊，微生物吼、哦、细菌。很容易的入侵、啊、那么这就是农药足重的，因即马发明一个为地头啊，甲点药啊落去，伊顺遐迄个网膜吼，就传到规粒感冒拢毒，啊，菌虫拢唔敢坏，标志这足毒的，毒甲微生物拢未生，吼、啊，啊，这咱食落绝对对身体无好个，吼、啊 okay ，好，好啦，咱来看这个都市甲庄卡的城乡差距。这是阮庄卡，吼、哦，去到这美轮美奂足水，啊！你莫想讲哦，啊！这庄卡大家拢好个人，其实唔是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差不多正十年前开始开放农地买卖，吼、哦，自由人拢会当买卖了。你只要有买两分半以上，啊！你甲下两档了，你就会当起别庄啊。啊！这拢是都市人落来庄卡起别庄做伊个后花园就对了，哈、哦。啊，其实农村还阁是真侪拢真要真破败哈、啊，因为农民趁无食啦哈。个 啊破败真相我都无翕啊。来，啊，恁即马检讨讲，中华民国流亡的军政府来台湾，用对辣椒，就甲咱台湾人压制甲安尼服服帖帖。吼、啊，咱一个来甲看哈。伊、啊、第一个，伊就是有计划。用二二八事件，把咱台湾人差不多三万的精英来抬掉去，因为迄阵蒋介石含共产党咧国共内战，啊，伊知影难办哩，伊拿建书，伊可能爱流亡来台湾，所以伊先派因囝蒋经国，蒋国迄阵伊管政治的吼，派一挂情报人员来台湾各都市各乡镇。
咧做名册，讲这个乡镇、这个都市有对几个头人有名的吼、有势力的、有钱的，啊有领导能力的，这些拢造册。啊，这些名册拄好等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做一届拢走掉的。这三万的精英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，才甲咱训练出来的精英，吼、这拢足优秀的，拢是地方的士绅哈。OK。第二个，伊搞垮金融与民生经济，这个因来了，就甲咱台湾的糖油米，吼、拢送去迄个上海，一部分因家己第二个家己落地啊，外国外调，啊一部分就是要供应因国共内战所需要迄个内需，吼、因爱伊爱军爱食的迄、吼、那么伊。礼拜一直印钞票，一直印台币，用纸甲咱换实际的物件。哦，看糖油币，你开偌济，伊拢甲你买，但是用纸甲你换尔。好、哦，所以伊直印印甲咱的物资一直波动，唔敢到1949年用4万甲咱换一块，4万甲咱换一块，你搁较好个。你有即马，比方你即马有4000万，伊即马4万甲你换一块，咱拄啊剩1000块，啊1000块，那咱今目前1000块刚刚就开掉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有钱人本来嘛是地方化水会简单，那要反抗，要招人来，伊嘛有钱通来买便当，拜托恁来斗三工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伊，甲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属性头人。有领导能力的，吼、哦，伊利用山丘减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耕者有其田，把这些大地主拢变小地主，安就无力去啊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好来，啊，过来，村呢，掠无了遐，用白色恐怖甲你恐吓，吼、哦，你若有讲话无合，国民党政府听，就甲你掠去关绿岛，吼、哦，火烧岛遐，吼、哦。诶，变政治犯安尼，甲你关到头毛先煞无哈。好来，敌心反转，伊即马用愚民教育来甲咱教，甲讲，咱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哦，啊，我会记我那小学个作业簿后壁拢有写，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有无？都拢甲咱教讲，咱的祖国就是中国，哦，啊，咱是中国人。啊，咱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。OK， 可能甲咱的身份拢错乱。啊，敌心反转就讲，咱的日本台湾，咱是咧跟中国咧修正的，咱是敌对的呢。啊，伊即马甲咱讲，咱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。啊，你回归中国的怀抱，哇！啊，咱个只以前咱那种啊，咱战败，敢那较闭手。啊，那回归祖国，啊，咱是建战胜国，啊，伫迄个时代，台湾人就墙头草，哦，看这边，嗯，咧这边较大度呢，这边是战胜国，所以做者人拢跳过做中国人，袂去讲伊是日本人哈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变敌心反转，身份错乱啊，啊，又用愚民教育搞出来结果哈、哦，后来，上摆伊就是用假民主互你选举。起跑点根本无同嘛，平平要走100公里，国民党等于为50公里遐就开始走啊。因为呐，伊有东山，有行政资源，有组织。啊，咱民进党讲钱无钱吼、哦，啊，佫无组织，好不容易2000年阿扁啊选咱个扶起去，互伊做总统，结果8年落来。又怎么样？因为伊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内，伊所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，唔是咱所讲的讲台湾人的总统，唔是。吼、哦，你等于做13年，伊嘛是台湾人啊，伊都党政军一把抓，伊都无摘掉，甲国民党演变过，无摘掉改国名，有无？虽然又讲到两国论，1996年，哈、哦，伊跟彭明敏咧选总统，无意讲到两国论，哦，代表讲中国台湾一边一国嘛，
但是他做13年，党政军一把抓，他也不能做什么。跟阿扁啊，这八年同款，是咱所有独派的人，用尽所有力硬甲踏起来，结果伊嘛只是做一个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总统尔，无法度改变啥。伊也想要改变，美国就出手咧动。譬如伊要办公道，美国就出来拿砸，讲恁台湾人袂使办公道。尤其，其实所有的伫台湾咧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，其实只是美国伫台湾的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尔。安怎讲呢？就敢若讲，美国的麦当劳的总公司，哦，伊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分公司的麦当劳家做总经理而已尔。好，哦，那么这个总经理若做无好，伊是有资格，哦，在美国总公司当时的开会，就会当甲台湾分公司这个总经理换掉。啊，所以你要注意看。那了解这个内幕的人，伊就袂去乌白冲撞，拢会听美国的话。你甲看，好像什么要做啥，都要美国说了才算。哦，你讲像最近，那个南沙群岛、那个太平岛，啊，是毋是越南也有想要来占领咱这个太平岛？啊，所以立法委员引起视察了。就要求讲，啊，甚至要恢复派海军陆战队当遐守，啊，用一挂较先进的武器去，包括像迄个射速飞弹，吼，哦，还重速飞弹。美国的 AIT， 哎，美国在台协会随出来动。一个 AIT， 那照看伊迄是一个民间组织尔，结果有资格。动中华民国的公布讲，你袂使甲飞弹甲我塞去太平岛遐设置，代表啥意思？美国有迄个权来控制恁台湾遮，因为你只是我派来遮总经理尔嘛，你当然爱我听我美国总公司的话啊，好，好，啊，你甲想，咱阿扁啊。头啊，前几年做了跟美国的小布什，迄个反恐配合了袂歹，所以阿扁也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，是毋是？伊要过境，美国甲安排去纽约，爱点互伊出来外口，放人外口，跟咱的台侨握手，迄是你若跟伊配合好，就袂歹安尼。你嘛后壁这四年，哦，啊你阿扁也想讲我无连任压力啊。伊就开始要行台独，要行伊家己的路线，就要办公道，就随许美国派 AIT 的处长，台北这个处长，哦，杨淑丽，入去总统府，当秘书长迄个丹东山，甲阿扁的面头前，读训令哦，训令就是顶时咧命令下时，它叫做训令。甲讲三个，讲台湾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。第二个讲，台湾人袂使办公道。公道是一个普世价值呢。啊，台美国你号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哪会讲台湾人袂使公道？啊，这个违反你民主的精神啊。但是伊就是甲安尼甲你讲，啊，其实这原来有内幕。美国的看法是讲。恁台湾都干那两种人尔嘛，一种是恁本土的台湾人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天，要住伫台湾，到顶元遮个咱的顶一代遐人，阿公阿妈迄代，包括伊所生落遮后代，拢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因为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天，台湾要无中国人来嘛。所以这个很单纯的，那这有那当时有做户口的，他们这后代都是本土，咱本土的台湾人。结果1945年的10月25日，他们中国人来接受日本兵的这个投降，哦，了来，到1949年德蒙来那些难民，
迄就拢非法了，迄就拢中国人啊。啊，所以美国伊知影讲，需要甲咱台湾人先跳清楚，本土台湾人、甲外国人，包括中国人，跳清楚了，以后恁若要办公道，就咱昨秘书长有讲，然后摕到台湾的政府的身份证，这些人才有投票权、有参选权，吼、哦，安尼以后就无男女的对抗啊。拢咱台湾人决定台湾人要安怎家己管家己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美国要求讲，你袂使办公道，伫台湾人甲中国人拆压袂清楚以前，你袂使办公道，因为67年来台湾人用教育甲咱85%的本土台湾人会选输差不多12%的中国人，伊嘛足奇怪，表示咱就是已经头壳用低足的。中国党的本质伫内底，所以美国认为讲，你若甲公投，尤其你甲2008年当作是统独公投，诶，咱输200万票呢。啊，若迄只若当作统独公投，啊，恁讲要选落通牌马英九，表示恁台湾人伫因外国人咧看，是恁台湾人欢喜甘愿买去，互阿强阿通买去，甘阿强阿通因。啊，这对美国来讲，这作假啦咧啊！啊！恁自由公投选出来，美国若要出兵来保护台湾，阿强来讲，啊，你干涉内政，啊，人台湾人就要来我管你是出兵要创啥，这变师出无名嘞，哈、哦。OK， 题外话啦，哈。那唔知几天话去啊？啊，这就是你看，奉令以40,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，奉命用行政命令就甲咱。叫咱讲摕40,000元去，甘要换一块呢？好，咱台湾民众以后呐成立，你甲我那照安尼啦吼。那新台币呐一块等于40,000元呢吼。好，啊你即马甲用一般因会计咧讲个，7年1澳安尼啦吼，7年1倍。你若用40,000元，因为计在40,000元嘛，啊你甲算即马67年。79×63，我甲算63年啦吼，因为前4年还袂40,000元嘛，到1949年才40,000元，好，到即卖嘛差不多63年，79×63加9澳，我甲算算吼，即卖代表1元，吼，都较早迄个1元啦吼，即卖要换爱1,200几万啦呢，吼，恁等于家己甲算，为40,000。变8万，变16万，变32万，变64万，变128，哦啊，128了256，哦啊512，过来1024，哎1,024万 ，OK， 恁等看，家己看算哈。好来，啊，今麦来介绍这些外来的植物哈、哦，这早期有作者啊荷兰人引入来。哦，荷兰人很有名，印了就是荷兰刀，啊，咱荷兰刀，有讲到尾啊，转变回镰刀去、哦、好，啊，这个尤其我感觉番薯甲玉蜀黍这两个上好。这伫国民党来了无几年，台湾开始物资波动，啊，米安尼无得买，因为拢许运送去中国去啊，哈、哦。台湾人唔捌48年来唔捌饥荒，就去怎啊饥荒？所以迄阵，阮爸讲伊番薯食有够济。我会记差不多4-5年前，我家己朋友送我一个新的品种，啊，我落去种啊，生番薯，哦，我煮起来做好食。啊，我就咧甲阮爸讲，阮爸我南番薯饭互你食好唔好？哦，足激烈搞反抗，嗯，唔，哦，迄国民党来，我食足济呀，吼，食到看番薯会惊。啊！但是我爱食嘞吼，啊，我就帮他煮啊。但是我咧带饭互伊食时，我就带番薯壳1-2颗互伊。哎呦，我那点么食？嗯，这样，嗯，哇，这么番薯这么真好食。吼，啊，伊这么伊家己原来有一块地，家己咧种菜吼。因为我想我老人爱互伊运动、流汗、晒日吼，骨头较袂生鲜呐。啊，所以伊原来有咧，伊嘛一个食了好食，抓来甲我讨呢。来我乡下讲，啊，你迄番薯
伫对我来加一寡电来来种安尼。讲好啊，哦，我心内原来足欢喜，讲哦，啊，阮爸然后肯定这个品种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番薯签我呐食足济，因为我做囡仔吼，阮个迄卡饭吼，拢也一寡表面吼，那有唔拄好人客来吼，那要地方食就地表面迄有米个迄、那個，互人客食，互亲戚食。啊，迄阵真正可怜嘞，那要食地鸡一支鸡卡鸡翅啊吼。就要等有亲戚朋友来相找，阮母啊，才有抬鸡抬鸭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番薯，阮爸反应足激烈。啊，因为番薯甲番麦吼，伫以前无深圳，啊电也少，所以你若迄年若较大客吼，较无落雨，就爱靠种番薯，种耐旱植物，咱较有物件通食，较会当滋养，较会当度日子哈。啊，这拢真好物件吼！啊，但是你注意甲看，即外来品种的植物，吼、哦，拢互中国人甲咱合作啥？番石榴、番茄，拢合番。啊，即番仔姜，台语番仔姜。啊，即番薯，啊，即番麦，啊，即番仔花，吼、哦，拢番。嘿，啊，我想讲，啊，外来的拢叫做番，啊，我原住民，啊，我台湾拢叫番。照讲，着爱中国党诶来，迄外来，迄流氓政府来遮，因毋较是番，还叫我做番。吼、哦，我是平埔族原住民，我伫高屏地区做马卡道族。吼、哦，啊，在社长领伫高雄做市长诶时，有伫高雄设一条路来纪念阮诶，阮即个族，所以甲号做马卡道路。拄啊伫个火车路，高雄火车路迄、那个高山内围遐吼。哦边啊，开个我迄个美新的美术馆遐啦吼，边啊遐有开一条路叫马卡道路 ，OK。来，啊，即马来介绍一挂果树啦吼，啊，绿美化的植物。啊，首先来介绍加宝果。啊，一般讲加宝果人听较无，啊，你若讲树葡萄，哦，大家就较知影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这因有光害吼。啊，树葡萄你若做过管理的，你若甲种几摆，拢毋免怎甲管过，伊拢发甲边管边管，啊边胖边胖，足整齐哈。啊，伊、啊、一个好处就是，伊若到寒天开春迄、那个，一礼拜后吼、哦，像这若落雨，差不多一礼拜就落了，啊一礼拜后随发甲足清脆，哦足好个天然景观植物哈、哦。啊，这是 OK， 准备要就市要卖啊哈。好、哦，啊，即卖即个有一个新的品系是大粒个树葡萄。伊这大粒，差不多这小粒的三倍大，吼、哦！你看伊个种子安尼比了吧？你若大粒种的，是差不多50块以上的咱的银角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小粒的差不多5块至10块的银角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这个算新品种，啊，毋捌种去生过，吼、哦！我还搁咧观察 ，OK。啊，这树葡萄，伊为头部就开始开花，开到尾溜，吼、哦！啊，足芳的哦。那么伊的芳介于玉兰花含啥？含桂花的混合体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这开一丛就足芳诶。啊，请问我种300丛，这个是伊个囝哦。因个爸爸是差不多这3-4倍大。啊，300丛遐个老丛做一解开，佫发生啥物代志？足芳诶，但是芳甲会臭。浓度伤悬，哎，芳甲会臭。哎，较早我第一个透早先闻到芳诶，嗯，啊，愈开愈晚，当然愈变臭诶，因为伊开始一直开，一直电，一直迄个芳气一直出来吼，煞变臭诶，迄个浓度伤悬哈。啊，伊是头颈两颗，伊含咱诶鸟白啦，哦，你看伊个树干含鸟白同款，伊个花嘛。含鸟白啦，含乌龙同款，因是头颈两颗吼，因拢同颗。啊，所以迄阵有6间电视台来甲我采访吼。啊，我讲我讲啊，伊个树干像鸟白啦，啊，伊个叶啊吼，伊即个藤壳有无？即拢会藤壳，含鸟白啦同款拢会藤壳。啊，伊个叶啊较细叶，像咱个头部公安尔。啊！甲你甲放落甲做者，我摕予记者片，讲你看，是毋是别个味？伊讲许，我当呢，讲人别人咧种蒲啊，种菜瓜，
我正要把它生报道，哦，大家笑个，哦，啊这，哦，这就咧烫壳嘛，吼，另外这咧烫壳，啊这树葡萄安尼结几球，哦，伊这另外为头部就开始生啊，哦，安尼为头部生个，因太大丛，我爱分段翕啦，哈，啊这是伊的孙仔辈啊，我树葡萄种到今年都三十年。啊，伊差不多爱种七八年才会生，吼啊，所以这已经是第三代佫生啊，吼，这细仔长啊尔就生个，吼，好，啊，你看这里嘛生个吼，啊，你讲奇怪，啊，哪会遮阵拢无伊？这猪骨头毋是咱人爱食了，人爱食，鸟也爱食，迄鸟做白头翁啊，啊个绿袖眼总爱食。啊，搁一个是鸟鼠啊，哦，鸟鼠也买飞树啊顶只，啊，搁啥？搁一个，我讲个呢，我有饲迄个101中国吼，啊，我早时啊拢会甲放出去，放菜就吼，要甲饲进前啊，啊，出去一般拢两三分钟就转来啊，啊，迄个拢较即摆出去拢头五六分钟才有转来，叫我来甲追踪甲看，拢101中国食去。差不多这个高度，我迄只我那足大只，所以探头去你食吼，迄拢有食的。啊，我食高尾，啊，这享受享受一下，结果怀孕，好，你有生几只？几只？九只，到尾两倍，十六只。哦，夭寿。啊，所以我讲这树葡萄一定足有营养的。啊，你若有不孕症的哦，哎，加减啊试看，食看卖。但我讲哦，你唔好食伤济哦。你若一家搞生三个以上哦，你莫叫我讲你该倒泡，啊，叫我该倒狗。迄狗啊生哦，我看着了，咁要分离哦，哇，惨啊！我一头条边啊，我顶过唔知几只，我家掠来算了。我即马只家掠来只一只。两只、三只，啊！伊即马位置变个假倒转，哦，我算半点钟算嘛算无，到尾啊，等到尾忝啊咧困啊，我甲伊偷算，哦，十六只，哦，像个猪啊呢。有啊，原住民啊来食树葡萄，哇！啊，遐安尼咱民政府爱开足侪钱诶。来，哇，这个佫较厉害，这印度，这十一胞胎的妈妈，哦，诶，创下世界纪录啊！哦，这原来咱的，这原来咱的迄个同学，哦，过生分享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载，哦，真正，我们爱来问看有食树葡萄无？OK， 好，我来阿你妈介绍这个三月樱哈。但是因伊每一朵花拢敢若兰花呢，吼、哦，伊有五花瓣。啊，这个是种唔对品种，我、哦、这品种足重要。种唔对的就倒病，花开5%唔来五到十呢，剩的拢叶啊。咱拄啊，你看，咱迄拢花吼、哦，咱这拢有拢花有无？敢若一束啦开春吼，伊、哦、开始，伊这若要下的时叶啊就开始出来啊。吼、哦，啊所以真紧，差不多一个月了。都红红嘛，都拢绿色啊！啊，这你注意个看，这拢五花瓣，啊，佮有一个手吼，改成兰花呢，哈、啊！啊，这拢差不多三月份咧开啊，所以我甲号做三月樱。啊，有人差不多三月底，因来参观啦，吼、啊！迄阵报纸有甲我报啊，但是无报主址，因为袂使商业广告。啊，所以世界门较门足久，较门高啊，吼！都看了安尼，足欢喜，吼、哦，够水个。啊，抓来讲，哇，潘姐，你有够歹找，也无要牵电话阻止。哎，伊讲啊，阮顶礼拜拄啊去阿里山看，寒到要死，也无像你这开甲遐水。讲啊，讲吉，讲明年要来我才看落去啊。OK， 好、哦，这我另外这差不多一个月落，叶啊落了，它一个月都红红嘛，吼、哦，啊这下骹就当遮阴嘛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我
赶紧都过好啊！哈，好。啊，这是外国的范例哈，因为我拄啊种八年尔，伊这头二三十年树啊，哈。啊，你若假以时日，我若会当开甲遮水啦，哈。OK， 遮茂密 ，OK。好，啊来介绍黄金果，这个黄金果是一个足好种的水果，啊，只佮产量足济。伊的妈妈不长，差不多像电话条遐长。四年前迄阵统计，伊迄丛敢若一年就生到2500粒，啊，所以你看这安尼生到遮济，这是一部分尔呢，这规丛拢是哦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你若有空地，你种一丛，你就食袂完啊，吼，啊，这个伊有一个好处，伊有足好个植物胶质，你若胃肠较无好个，食寡会当顾胃肠哈，因为我有一个同行个，伊搞买十丛某丛转去。啊，因爸爸的胃病都食这讲食较好个哈、哦。好，啊，伊这个顶完你两下用关注笔甲写字，啊，伊差不多一分钟后、两三分钟后氧化了，迄字就浮出来哈、哦。啊，你当买一挂树葡萄啊，包做伙哈，做小礼物送我男朋友啊、女朋友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大粒种个，这一粒差不多一斤，啊，拄啊迄是差不多三粒一斤。哦，但是拄个三粒一斤的是肉较 Q， 较有芳气，啊，这是较烂，较无芳气。啊，但是有个人就大就好啊，吼、哦，看到大伊就欢喜啊。好，我来介绍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，叫做红龙果。阮第一个种吼，甲种到病啊，结果伊胃顶我嘛开紧放落，啊，你只有好种无？豆饼草，这边安尼为只薄根啦，啊，阮大个种豆饼都为只薄根落，吼、哦，这要甲种好死足困难的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外园啊，我是用草生栽培，啊，这边外园啊，伊拢甲除哦，安尼草啊拢除死了了，爱用草生栽培的水果会特别好食，因为伊个生态链较好，就是讲。伊这个红龙果，伊是气根植物哦。你若甲种伫槟榔树啊、青啊、木咧吼，伊会发根甲槟榔青包起来安尼，一直发起来。捌生伫个头尾伫三楼悬，迄一支红龙果安尼一直爬起，啊生一粒伫个三楼悬遐，毋知变怎办。好啊，所以伊气根植物，所以你个根你爱甲保护，莫互一两莫互曝日。伫越南。越南战争的时候，美国拢会压迄个落叶剂哦，因为拢丛林战嘛，拢迄个越共拢打游击战，啊，伫迄个地道门啊，伫个树篮内底，迄羊肠小真咧弄来弄去，美国叫拍啊呐，挨杂杂，准发兵用落叶剂，把迄个森林的树迄拢弄落落，啊，会当看到侦察机就样看到越共的路啊，因安怎走哈。哦但是，一寡本来森林嘛，还有加点有一寡蔬果的通食吼，还有落叶剂用咧，就拢歹去。但是战后上大型恢复的，就是红龙果，啊、所以红龙果野生的伫，伊是伫森林内底嘛会生啊。啊，所以红龙果呐，救到一个越南的人的命哈、啊。那么，所有的根伊拢爱见到阳光，啊，你即马。本来伊是拢伫土表面，像我头拄在草中栽培，伊个根拢伫土面咧走，你甲叶背好只水接着，啊，即日头晒了哦，遐根拢种于土底落，啊，你若叶背伫顶悬，伊食袂着，着还佫等有雨水，还是你还甲喷水降落，伊较食会着，安尼效率就歹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好，啊，即着外园啊，即个伊个花苞拄来，啊，差不多一礼拜后，着安尼。啊、一般差不多八天会开啦，就开花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六点吼，因拢有讲好个，咱哪一天要开，做一开开哈、哦。啊，伊跟迄个昙花医生同款，伊是暗时啊，差不多八点开，到明仔八点就下去啊，开一暗了。啊，这花往内顶食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。像我讲，我俄罗伊这个品，这上好种的水果，熬
好种佫高生，你甲看含苞的果，迄、那个花有无？啊，这差不多，伊这安尼到到下顶半头十五天啊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甲看，这敢若像个三代同堂，每十五天就红一杯，十五天即个换即，十五天换办即个。所以每十五天拢会当办一届水果。啊，伫我屏东遐，一年差不多会当生十一摆。啊，你甲想有啥物水果，一年生十一摆，山啊一年一摆，莺莺一摆，乃至一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水果足值得推广的。个伫我咧种，毋免农用农药，我拢无用农药哈。有，头拄仔迄你注意看。这是用交叉型的支架，伊脚徛开啊，顶悬，这个头差不多两差不多一尺，啊一尺伊就是咱顶个位中啊，从这边左边飘这边，右边飘这边，甲控制。你甲小可起这边，伊甲你当自己的重量，它自动会弯下去。做个证诶，今年证明年就开始采收。啊，当然第一年采收较少，满两年就开始大丰收啊！吼、哦，不过头拄仔在讲就是讲，伊虽然十五天一届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若两粒开做伙会当甲取一粒条，安尼一粒会较大粒，因为这个枝条两个要抢养分，你若两个做伙生，可能伊十两，伊也生十两，啊，你若甲取掉，这个绝对是十六两以上，吼、哦。但是你原来爱素粉，啊，这卖拍算，这个摕掉了会当摕去切幼幼，啊，煮蛋花汤，煮莲看鸡，伊这有足丰富的植物性胶质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即卖讲，这红龙果我拢地，我也无套地，啊，即目前台湾的水果上大的麻烦就是爱套地啊。你看莲雾还是山仔，你若无套地，迄、那个东方果实银会来顶，会放两滴来滴，啊，就会生糖吼。啊，都市人啦，水果切了看到糖就叽叽叫啊，哎哎叫啊，因足惊看到遐糖。啊，其实遐糖是足丰富的蛋白质吼。啊，不过一般人拢会惊吼。啊，最边怎处理？最着发明哦，套网仔啦，啊套。塑胶袋啊，套纸袋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但这若要套，就做高工啊。其实我安怎掠东方果实蝇呢？就是用迄个性荷尔蒙，把所有的工诶拢甲掠起来。啊，虽然尾会去顶，但是因为伊怕冷啊，所以袂生虫。但是顶个所在，遐伊会愈合，会剥一堆较歹看尔。啊，所以因为我的红龙果果足好食。啊，所以我拢无上去啥物果菜市场去拍卖无，因为阮太太伊有开一间店吼，啊，拢互伊个朋友人客来登记，食着拢调咧，佮介绍一直介绍，啊，所以阮太太负责接订单，啊，我负责生产，吼，啊，就登记，比如你买五十斤，啊，但是即个物件伊每十五天虽然十五天有通办一届，但是伊我来。比如若顶一期大生，可能生一千斤，啊，过来十五天，即个变小期，伊可能会生六百斤尔，啊，过过一个一千斤，啊，过来个六百斤，就是一大一小，一大一小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都敢若讲，啊，拄啊无用转，啊，拄啊休几工，啊，伊个八个班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感觉呐，袂歹吼，不是有现金通收啦吼、哦。啊，那么有一个人客咧反映啊。甲阮太太讲，哇！啊，恁种个红龙果，迄外观太遮歹看，因为我拢无咧除药嘛，啊，所以有迄蛾啊，吼，就是迄小瓜牛会去食外皮，瓜牛会去食我的外皮，表示我迄无毒 ，OK？ 啊，所以我阵甲阮太太讲讲，啊，无你甲你迄朋友讲吼，讲好啊，我叫阮先生吼，另外迄排吼，我叫伊甲你种较水个，拢甲除药啊，吼。啊，迄个专门来卖你安尼，伊听了讲出来，哦，冇，我讲对啊，
咱是要食内容物，咱唔是咧食外观嘛，咱是咧食健康，唔是讲厨药啊、厨厨的咱搁啊食落。你想想嘛，对啦，尾下都 OK 啊，吼。嘿，啊，我再讲，我就想着讲，我一个朋友咧讲故事讲，因爸拢咧种菜，啊，拢上台北果菜市场，伊咧甲因因囝讲，吼、哦，台北人身体足勇的呢，我药啊甲厝较重嘛是食去呢。啊！伊家己要食个，家己种一个无咧除药啊！啊，甚至以后种山啊！啊，因囝个女朋友未来新妇，讲要娶倒来，娶遐同事要倒来满山啊，欢喜甲就倒来，甲因爸爸讲，爸，我娶阮朋友要来满山，因爸面色热落，啊，差不多三秒钟啊，佮讲啊，来，进度啊，恁接啊遐。迄区上好食，我带你来阿办。因为呐，伊知影伊区吼厝要厝足重，啊后未来新妇食到那么多，以后生个囝呐畸形，唔通带来伊知影因小弟遐吼种个，迄部厝要带伊阿办，家己种个都唔敢食吼。那都市人若要爱食迄菜，讲得爱无冲动个吼，而且种。自作自受，你要求要爱食啥物物件，农民就种啥物物件互你食。吼、哦，你要爱水的，伊就药啊做较重的，逐当嘛做水。吼、哦啊，你若要防龙果大粒，嘛会当用迄个生长激素，吼、哦，勃激素，出来逐粒嘛，经过，吼、哦，迄种无正常吼、哦。对，你看我的。连动物都很喜欢吃，是吧？这种鸟仔啊，刚要吃啊，啊就这个鹅啊，鹅啊，给你吃迄皮，啊愈合了就歹看，吼、哦。但是我拢鼓励人去讲，来，这就是证明讲我这无农药，瓜牛拢敢吃，好、哦。OK， 好，我来介绍这个罗岗梅，这个呢，伊一个好处就是讲，伊开新叶拢红的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有朋友带伊个朋友来参观我园啊，七八个哦，都差不多这个时间。伊讲：“哎、欸，潘先生，你个枫叶呢？较早就咧红啊，今朝遐热，你也咧红啊。”我你看清楚，我这唔是枫叶，哦，啊，这有光害啊，看哦，这个看个有啊，吼、哦，好不？这样红红好不好？正常一般个树啊，拢绿色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这丛个红个，哈、啊，安尼加真好看。啊，伊冬天会落叶，啊，若开新春来，就规个拢红个，吼、哦。我来介绍红花红柠檬，这个较，这个开来像小菊花足水啊，但是伊一个可惜就是讲，伊花期足短，开了头七天就开始落啊，第十天就头落了了。啊，咱头拄个三月因，头开五十天，哈、啊，差不多七八礼拜了。好 ，OK， 来啊，那么咱要种好的水果的三个要件，第一个就是优良的品种。都像我头拄仔咧讲个，迄花你若种到是开十分之一，啊你若种到起码开十分之九，对吧？好，啊、所以品种第一重要。过来就是你个施肥管理。啊，譬如像我头拄仔，我种个迄个红龙果，我第一届种过年就生嘛吼。那么我有参加屏东县个红龙果协会，啊那么。苗栗遮有一对翁仔某，伊种迄个汤柑种了无好吼，继续拢歹，想要去改种红龙果。啊，问卫管的协会，问讲啊，恁协会内底上种了上好只，品种上好，就报我遐来。啊，就敲电话问讲，我有过汤个办无？讲有，真还阁有。迄阵要十一月啊，一般头若十月底、十一月差不多无过啊。啊，我就还有一挂，我阵现加去红龙果协会遐互伊看。我阁调人捞一个绿色的迄个瓶哈，表示讲我这是我家己生产的，因为我过去迄间买菜啊吼，有买过八个品种拢买了歹去，啊伊嘛是拢足臭味，讲我这上好个，啊我着甲买，啊伊嘛讲上好个，一个上臭味个，伊用做砍棒吼，抹一个红龙果，砍伊个面甲要变大粒安尼啦，我迄看了无买个感觉。我就走去台南找伊，我讲，伊讲啊，一位偌济？伊讲，若头
手机就手盘以上250块，250块，我想我若甲你买400G拄啊好10万块整数，我无我甲你买400G 10万，伊讲无啦，这我无买啦，我外口摆呢。伊讲我的门槛就是爱买500G 以上，我靠白。哎，12万块伊较要卖着对吧？10万块伊阁无爱卖呢。哦，你看迄安尼有晓摆无？我嘛较艰苦个，甲买上这讲上好个，啊，看安尼做迄个较大粒，结果迄拢做手个吼。啊，有个人是家己无迄个凭证，啊去讲买别人个个介大粒，再来甲伊讲，我这就是安尼遮大粒，你即马甲买当个正个，遮大粒，哦，真个尴尬着对吧？啊，想讲咱这都啊。不太喜欢暴力，因为咱民众讲个讲爱讲法理啊，咱唔是讲暴力啦吼啊，所以都干那有迄啥物，伊夹着，伊有伊也夹着安尼对啊。好啊，即马思维管理就足重要吼，都还讲无了。迄辈偏见，我甲讲八国联军啊，变条件，变变安尼喷水落肥，吼，迄管理拢同款咯。一个生产出来，迄、那个上贵的，第一个我淘汰，安怎？因为开始采收吼，我种的这几排，伊卖我一个品种了，结果生出来五个样子，后长个长个啊，后圆的啦，后迄个鳞片吼，45度，后鳞片倒弯的啦，后粉红啊色的，后乌豆红的啦，我种一档。迄阵拄啊开始种嘛吼，差不多11年前，第一届送去国赛市场，国赛市场看下，这啥物品种啊？我讲这一个品种，品种叫做尊龙，一个品种啊，才生五种出来，伊也甲你讲啊，啊，所以迄人计较作歹，哦啊，所以我交一届了，就叫阮大公来，拢撤掉，改种新的，买了改种我新的品种啊吼。好啊，来肥料管理好。我即马迄个上好的品种，种了口味好，甜度也高。啊，头拄啊讲到赵经理，迄粒过我送去，我的红龙五小的，啊因翁仔无伫啊，我伊足顶真的哦，因翁炸一个糖肚子哦，甜肚子来切，我即马切落因食，因翁仔无两个拢做爱出来，因翁用迄个甜肚子切，哦，看下你是安怎种的。23度，糖度23度呢。诶，咱个年景差不多16度了，讲足甜啊呢。我种到要23度，啊，因某啊加落，我讲哎，吼，咱个遮甜，搁 Q， 哦，所以伊无搞买伊会艰苦啊，哦，所以我若搞买伊个仔，买我个仔等去种好。啊，过来，思维管理足重要。平平买我个仔等，啊，我买甲辅导，我想，恐怕小改变尔嘛。隔壁红尘尔，我想若有路过我了，你要甲看。我想要用我这套，甲教安怎思维管理。以前就是感觉同款，我第一届路过看了，哎，啊，才有种红龙果，啊，我搁注意看，啊，感觉同款种唔着品种个，因为我已经撤掉伊啊，伊还咧种，我赶紧落去甲讲，我好意甲讲，你这个品种我旧年我原来有种，我已经撤掉伊啊，讲你爱改，我阿姨尾也有听我的话，原来改我的品种落去种。啊！但是伊都认为伊足敖个啊！我咧甲讲吼，伊心不在焉，免啦，无要紧啦，我着用我个就好啊。啊，咱拄啊，敢若热脸贴两屁股，我那种冷个，我讲你若认为你家己好就好。结果伊个个人会滞销，送去搁在市场价钱搁歹，啊，拢定甲我问讲，啊，较会拢即摆价钱拢遐歹。我讲，毋过我个袂歹呢，我太太啊，我拢。供不应求呢，不是有时啊，若较细磅的600斤迄批吼，我着爱减半供应啊。你若订50斤的，我着干来点25斤互你尔。我袂使讲，着照你吼，50斤着50斤互你吼。所以这个思维管理足重要吼。啊，你若要开会啦吼，用黄龙果你若想要较提早开会，你着是爱断水。开春的时开始爱断水，啊，搁兼。落磷钾会较悬的，氮肥就是咧枝条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叶啊，要发落茂盛，就爱氮肥较悬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要花期要来，就爱提早
氮肥爱减落来，啊，磷钾肥爱有管吼，啊，佮控制水分，就是爱有打，因为所有的植物吼，原来拢有危机意识，你佮看塔朱拉，就九重阁，种伫个台一线旁边那些吼，伫阮屏东个，啊，无人咧压水，无人咧管过，啊，到差不多即阵开始，阮遐雨落，要我装少雨水就少啊，一个雨水一个减少，无人佮压，伊就危机意识。讲啊，我得要打死啊！我爱赶紧开花结果结籽吼，来传宗接代，等于那个何以有危机意识、哦、啊？所以有一个像讲这个愈合包，大概二十年前咱要食愈合包足困难的，因为生产袂出来。啊，就是拄好屏东遐有一个农民有种愈合包，啊，他有一届他向我一位吼生甲有够济啊！啊！伊个研究看看，较发现讲，哇！原来伊迄位就是有迄个助心虫，甲正心，甲环科，科甲剩一撮来表皮无迄个切断去，啊！所以剩一撮来水，差不多剩十分之一的水有送去尔。遮伊就是有危机意识，讲我即位得要打死啊！爱赶紧开花结果落来，哦，所以安尼。所以伊阵当头个讲，啊，无我来用人工环科，伊阵伊买机啊。过年就拢去甲记啊，甲记，有诶甲记四分之三，有诶记五分之四，哦啊，有诶记两箍两连安尼，啊饲，结果迄年开始伊有迄个幼儿包开始卖，哦，介绍有够好诶，过过着逐年伊拢有各行各业啊风声出去，因为送去到北部各在市场，逐个抢买买。啊！大家都在问，讲到底这是怎遐咧生产的，拢找到位遐去。啊，风声过到农业的这个改良场，因为改良场，因拢咧发明要安怎研究，要安怎有新的品种，还是新的耕作方法。啊，所以有听到这个风声，找到位这个农户来。啊，因为伊拢围墙啊、围条，无通看嘛。啊，叫伊甲偷爬墙啊，你要偷看。朋友拿刀，还有撞裂着，啊！甲讲出这个故事，讲啊，阮都研究袂出来，啊！你是安怎用的？它会这样生遮济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这技术较准，乌鸦开始公开出来，啊！哦，过来就大家一直种愈合包，因为介绍好，大家拢强壮，哦！啊，等愈合包介绍较，刚那头里都开一拢头百五至二百五安尼，一斤吼、哦，啊！这水分管理啊，足重要哈、哦。OK， 啊，你呐？花来了，你水就要正常好食，你袂使阁一直甲浇水，伊会生理落花落果哈，这点要注意啊哈。来，啊，咱有一挂大个乔木吼，啊，烦着讲咱要开路位啊开，还是接要起厝，啊，伊都正好个树啊，咱要甲保留落来，都要移植。啊，传统的移植就是乌安尼啦，四五年都乌开了，啊，差不多一个月后，卡落去刷仔啊哈。好啊，这树葡萄，因为树葡萄足好耍，因为伊又紧足多，所以你挖小块，挖三分之一就好啊。啊，差不多两礼拜就一定刷出来啊，啊，这就较简单。啊，那三月樱就较麻烦，因为三月樱的伊叶啊足多，啊足啊食水的。你若跟他靠这粒，差不多一工两工，这粒土条的水就又输大伊啊。啊，过来枯的，安尼对树啊的损伤，所以我就留一条根出去外口。等下留一支树工出去外口输水食哈，伊若食食无够，会当靠这个出去外口食哈。OK， 啊，上好就是讲你若挖开，你边啊要有一个自动灌溉滴灌系统，有遐经过，吼啊每工电脑控制，甲这条土条哦用个氮哈。OK， 啊你的土壤如果是沙质壤土，你甲挖开了，这个风哪里摇，这土条必然会散去，那土条必然散去。这个植物的成活率减50%以上、哦啊、所以咱就爱用胶布把巴肚边封起来，卖又化去哈、哦。OK， 好啊，这是已经挖好准备要吊车来吊去啊哈。而且赶快，这是另外一个包装方式，这是东航的，伊搞买了吊走到伊遐，下伫土卡边啊，背一挂土，甲这条土条砍开就好啊，待价而沽。那拄好人来看了这张，袂歹。一台会当去吊造，吼、哦，免去顶锅，哈、哦，免去顶包装。好，啊，这因为三月樱是一个新的品种，啊，真侪
真侪人毋捌看过，啊，所以当然毋捌买，第一届买就讲叫我哦开了，搁甲土爱搁淹转，哦，这土搁淹转，啊，爱等甲又开新的叶啊，哦，伊认为讲啊，哇，安尼伊较要来刷走哈，伊、啊、较要请吊车来吊走安尼吼 ，OK， 啊，这样呢，赶快这是包装要外销的啦哈，伊、啊、这得用胶膜的咱的。就胶膜的那个什么什么结结还是什么？哦，保鲜膜对的，保鲜膜一个。好了，来介绍这个自动灌溉了哈。自动灌溉诶，灌溉电脑控制系统了哈。这个是类比式传统诶，传统类比式的控制系统。这是24点钟的 timer， 这 timer 变一计时会当喷15分，哎，15分有只伤久吼，会做水灾，所以还佫用一个分流计，这个就会当控制讲为1分一直到30，然后30分拢会当微调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赶快了哈。啊，这个就以色列微电脑控制系统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个是美国的微电脑控制系统。啊，我今麦开用这个，因为这个标示清楚，容易操作。啊，要农民教做个教，比如伊一礼拜拜一到礼拜，你对一工买盆拢会当控制。好、啊，啊，伊会当分做6个区域。啊，比如你若有6分地，你每一分地甲分做一个区域。哦，啊，这个喷2分钟，啊，第二区要喷5分钟，第三区要喷10分钟，第四区要喷1点钟，拢会使控制，单独控制。一天会当喷3摆，早时啊喷，尾暗啊喷，半暝啊喷，哈、哦，尽量卖中昼时啊喷，哈、哦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做个控制，啊，搁一个较频段方式，即2天喷一届，3天喷一届，5天喷一届，10天喷，我拢会当控制，所以这只足好用的，我拢。即马拢介绍人用即只，好。啊，这喷头是以色列喷头，以色列因发明做滴省水灌溉系统，吼、哦，上省水的就差不多讲个即个滴灌。过来的即个叫做微喷灌，即、这个安尼插嘞吼，啊，伊喷180度安尼准喷出来，好，啊，这小范围，这是小灌木喷。啊，这张树啊，呐，比如这张树木头拔出去了，这个你会当拔开，反方向甲插倒转，就封起来，才就袂出水啊。哦，啊，等你佫若佫补新的，再种嘞，还佫顶拍开，佫有管。好、哦，这也足够用的，这我那足省水的。啊，那么这粒嘛是微喷管，这个伊的喷洒的直径大概60公分，就是差不多一边喷30公分。差不多一尺，伊钢管伊是往那会当倒伫倒伫这电管，哈、哦。啊，你会在吊到树啊，吼、哦，伊就趴起来啊，伫树啊细位啊，甲拔来安尼好喷。OK， 啊是你一条下到咱个盆子里面，你若下到盆啊内底往内塞，啊，这就搁较大，这喷洒直径是6公尺，一边3米。啊，比如这那三米的喷一个呀，啊，这边喷，差不多这个直径安尼哈。这是中乔木的，会使。这如果较大，它面积这直径15公尺，可能咱的壁到迄个壁，你装一粒就会当喷啦哈。啊，但是这个在以色列无发生啥物问题，来咱家，因为台湾生态足丰富的，其中有一种帝都哈。看你咧喷，伊咧齿轮带动嘛，吼、哦，有只齿轮会带动会振动。啊，等你无咧喷的时，伊就折下来，伊当作你是一个猎物，伊用蜘蛛丝阵甲你拍起来。等你妈在电脑讲啊，开始喷哇，袂振动啊，准喷2点呢。这2点拢做水灾，剩的拢做旱灾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甲伊做反应，伊阵发明这个防虫型的。就若电脑控制压力来，伊阵跳开喷喷的，啊！若电脑讲停，盖起来，
或者 pop up 哈，要喷的是拍开，啊，无要喷就收起，盖起。啊，即马个较新型的哈，即感觉，我那 pop up 的哈，即新型。啊，以色列用无同款的颜色来区分伊的出水量。啊，比如讲这红色的，一点钟喷出来水是200公升。啊，你那紫色的。250公升，绿色的300公升，安尼用颜色来区分。啊，伊发明这做耐紫外线，就是用十几年也袂歹。啊，你拢空手就可以维护，这空手就当拔开啊。都然后又脱掉啊！你空就拔了就开啊，哈 ，OK， 就这样轻轻的就可以这样喷了，哈，好，自动灌溉喷到，而且以色列因有这个塑胶工程学的一挂基础的这个专利，哈，所以伊说做这物啊，重耐用的、耐厚性，哦，另外伊安尼防紫外线安尼袂歹，啊个迄个精密度够高，但是。伊无伫因以色列生产，因为用塑胶的物件吼，拢较有污染，所以伊发明专利了，伊授权予台湾的，因台湾塑胶工厂足济，生产的工资阁俗，所以伊就定在台湾，啊拍因的马股，因赚迄个附加价值，啊咱台湾人是赚一寡工钱、代工的钱，污染留在台湾。嘿，所以你看像 iPhone 5、iPhone 4，伊嘛是拢授权，叫恁你负责对一部门，对嘛？啊，卡来哦，红海组装，哦，拢差不多咧赚工钱，然后85%的利润拢通过退哈，啊，即个人因家己有品牌，有家己的通路，啊，咱台湾无品牌无通路，只好讲代工。好，啊，即摆来介绍讲，咱若有啥物好个品种、新个品种出来，啊，咱旧个品种要甲改良，着爱用嫁接来甲改良哈。啊，嫁接爱有遮个工具哈，即省力个钳子啦哈。即荷兰发明，即剪啊足轻力个哈，旋转式个剪刀，剪断了。啊，用切接，这标准的日本的切接刀，来切开了来接了哈。啊，这支是有挂机啊，三用的，内底有机啊哈。好，啊有刀片，好，啊个量尺哦，你要老外长要剪长哈。好，啊上条重要的日本人发明这石蜡胶木。伊这以前咱那咧接材有拢用塑胶丝啊，啊你那发紧了，你还佫偷掉啊，袂伊颔骨来伊缩掉，啊这个足好个，伊这个第一防水佮透气，啊延展性佮长，会当扭足长，哦你那包个材啊吼，会当伊个裹甲包起来，啊你注意看这个，哦这着用石蜡胶膜包个吼。你用石蜡胶布规个拢甲包起来了，免管伊。伊若接触愈合后，啊开始剥印出来，它会穿突破。啊，咱较早用电气胶布封下咧布袂出来，迄你着去包一半，啊顶缘套一个塑胶袋啊。吼，啊你注意看，我敢若为即个边啊切开一束啦，即毛啊伫遮有无？遮薄个。切开了，啊，把这个打起来了，用石蜡胶膜，哈、哦，石蜡胶膜，顶里头有一个石蜡台风，哈、哦，你若发音发不好，敢当石蜡，啊，你看安尼一石蜡呢，伊就我就掉，啊，这我就是迄个黄金果大粒种的，哈、哦，啊，咱来介绍这山啊，这山啊，搁是土脚哦，
啊，这古井哦，这切掉了，接新井去了。哦啊，伊这力哦，足紧的哦。这一两个月就发一笑一笑，好、哦、一直登去哦。啊，你若去斯拉加莫，伊斯拉加莫伊较薄，惊会许凹开，所以爱阁用电器胶布阁缝。这个日头晒了，这个斯拉加莫已经变乌色去啊，日头晒的。啊！你看，我拢无偷窥伊，就为只剥印出来哈。啊，但是这若差不多三个月后开始一直大吼，也去缩着，所以使了这个电机胶布都爱用刀啊、刀片甲刮开，哦，无也去缩着这个吼，就爱缩了暗棍安尼吼。好，啊，你若讲你的经验还无介好吼，惊讲会失败，你就这一掌起来甲捞两尾。啊，接两个点，吼、哦，上无嘛有一点会经过，吼、哦，比如像这个，都剩一尾尔，共一尾甲接两点，这个若无过失败，起码这个若有过嘛算成功，但是爱注意这个，伊古井若个崩起来，这爱甲除掉，吼、哦。OK， 我来介绍远景，啊，这个我很好，我种，迄个三月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后种。拄啊讲个迄罗岗梅吼，出新许拢红个。我是拄啊南北大武山，我遐拄啊屏东平林个差不多中心地带，离山差不多十一公里，离东港个海边啊大概十二公里吼。啊，即有一挂南国风味啦吼，有椰子树个是吧？啊，我即个三月樱个内底，看外口你若用温度计甲测吼，差到要五度，吼、啊，所以你要内底加足凉个。啊，这个槟榔海吼，种我朋友我一个新的品种，啊，我接活呢，发甲接长啊，结果蛀心虫来甲你蛀，吼、啊。啊，这个因为呐，夏天你用夏天来接，惊日晒会曝大，伫还袂愈合的时候，要曝大，所以要用报纸包，遮阳光。啊，这个我呐，一挂蛀心虫食拢超会大个量。啊，这个，啊，这，嗯，金宝来着嘿。啊，这就是，迄阵咧留言讲，哇，法国餐厅拢食因个法国个螺仔肉，讲足好食。哦，有导人走去中南美洲引进这个叫做福寿螺啦，哦，我怎么想着福寿螺？哦，啊，这叫做因咱台湾人对食质这个趋之足来。啊，即款诶食袂合，拄啊代头一两代卖菜诶人趁着钱，我知影有一个人，伊后斗现家甲我讲，我食诶若卖了，我就会当买一台进口车，吼、哦，足好趁诶。结果开始逐个咧饲即个台湾人都食袂合，开始乌白等，等水沟发甲满死个。啊，伊即一粒母诶，一年生八千粒卵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若见着即绿色诶植物，拢食掉。所以咱迄阵水稻吼，迄、那个金宝螺危害足严重，所以农委会原来开足侪钱，拨足侪经费，拢咧消灭这物件，拢咧发明药啊咧消灭这物件。啊，这就是因为咱较早海关管制无好势，用偷走出来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就来看，去年日本三米哩大地震，啊，福岛发生核灾，是安怎？美国？好、哦，一定礼拜美国 AIT 一定在桃园的机场，因家己设海关，啊，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，因为美国 AIT 就是中华民国的头家，吼、哦，啊 AIT 顶管的头家就是美国的国务院，吼、哦，啊国务院下令叫日本遐个官，迄、那个美国的驻日本的一挂侨民，吼、哦，啊加因的军人的眷属。优先撤退来台湾，啊想，咱也无爱撤退，因个关岛也是夏威夷，那撤退去台湾啦，因为台湾是美国个军事占领地，因为咱台湾是当初是迄个美军来甲咱轰炸，啊咱日本天皇是向美国投降嘛吼，啊所以暂时因为咱台湾个战争在还袂形成。琉球美军入去占领，伫1969年，日本政府迄阵已经靠钱啊，
所以他跟美国政府在协商，讲请问我爱日本爱阁付你偌济钱，甲你赔偿，你较要甲琉球还乎我日本？美国甲开价是$320,000，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交予伊了，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，伫1972年5月15日，甲琉球，包括尖阁群岛的即卖钓鱼台，拢做为还乎日本。啊，这就是因为战争在琉球的战争在已经行了啊，所以因就登日本。那么台湾这条战争在还未形成，所以台湾的主权暂时定在美国的手里。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，美国只是暂时管理台湾呀。台湾这块土地，也所权能定在美国手里，但所权能顶权的名等于大日本帝国天皇。即就敢若讲，咱有一块地，吼，啊，咱即马欠资金，咱摕即块土地所有权去甲银行借钱，等于抵押伫银行个手里，但是迄所有权人顶悬个名，犹阁咱个名，无办过户，吼，只要咱甲钱还好清，吼，所有权人咱就会当赎转来，吼，进台湾等于是即马安尼意思啦，吼。安尼讲，大家可能听到，所以美国只是讲伊委托蒋介石，包括以后即个蒋经国啊、李登辉吼、啊阿扁啊，暂时来代管台湾，吼、啊因只是一个总经理的身份尔吼。即、个若做不好，就马英九若做不好，蒋介石美国是直升机来五分钟就当甲载走啊，拄啊像菲律宾的马可斯。马可斯贪污腐化，希望菲律宾人要甲变，已经包个迄个马卡南宫。美国派无人机准甲马可斯伊载去夏威夷，对吧？因为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，你得要有一个国家，你唔靠海关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海关正是美国咧掌控，只是委托。中华民国，即摆因为因断交了，因即摆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咧管台湾俩。好，啊，即摆台湾治理当局，马英九只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俩嘛。好，啊，这局长选着，得爱美国有贺电来，甲承认，伊才会当正式就职。好，无你啊看，阿扁2004年掉秤，嘛是选着赢2000。赢26,000+票呢，就迄个拿军咧，就去开刀咧乱啊，有无？乱要规礼拜，贺电拢无够。尾啊，阿扁啊，就拜托迄个 AIT， 迄个叫啥名？夏新，哦，一个安尼小可瘦瘦啊，迄个吼，查某诶，拜托伊讲去白宫讨贺电，啊，伊原来真正去讨呢，白宫甲答应讲。你只要中华民国因个中选会甲当选的证书公告打出来，我贺电半点钟到，结果有影，大家都啊 QQ 啦啦去贴破来有无？贴破一工，但是翕相拍嘛翕，传去无美国白宫，贺电半点钟到，迄阵规个台湾人个心较安落来，是安怎就要等美国贺电？安尼大家应该都体会出来。那唔免等俄罗斯，也唔免等英国，也是法国的贺电，对不对？表示咱台湾是美国咧占领，只是委托流氓政府中华民国咧甲咱代管尔吼。美国才是咱正港的头家啦吼。好，啊，这拢是迄个朱新崇整的吼，这作势者，啊我像狗爷遐大只呢，但是伊有法度搞我一丛遮大丛的树啊。甲你整死去哈！啊，即落咱台湾的迄个新点天鸟，哈、啊，即有呐天鸟的一种哈，伊即迄个橄榄色的。啊，另外即青藤，青藤拢甲叶绿素拢食掉，都枯萎。伊拄咧食是即落色浅绿色，食了无法度光合作用，就打起来是变褐色哈、
你看伊规人搞食个安尼，因为我遐拢无啥咧除药啊，吼，所以生态足丰富诶。古在伊食，我拢想讲食出那个我诶。好，啊，我嘛想要食有机诶，买厝农药诶高丽菜，即我种诶高丽菜，可怜，两工无去巡哦，都又青虫，或者伤肉伫遮，搞食个安尼一空一空。啊，所以你要种有机吼。你爱专业，你逐工就是爱去巡，有虫就掠，有虫就掠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这个算我一个阁无用，阁一摆去我，剩骨头尔。啊，所以我尾啊看破，即原来有机蔬菜店买较紧，我即摆拢家己有机蔬菜店的店买哈、啊。但是我有先讲诶，即、這个，即足好诶，即、這个伊生长诶速度。比番薯啊！我本来这个我是拢种番薯啊，这有一个小我的土壤的迄个储备场哈，伫遐用用我就甲种番薯啊。我发觉规个山仑拢是番薯啊，但是我朋友送我六条这藤啊，短短啊，我甲种伫后壁山啊，甲插插。我无半年，番薯啊又砍掉，规番薯啊拢无去啊。你的生长的覆盖率有好无？吼、哦，这样拿来做水土保持我来使。啊，风台期，你看风台期，我拢靠这个，家己拌，家己煮，吼、哦，煮面也好，还是拌炒肉丝，这拢无煮农药，我拢食袂有、哦，啊，这足好，这因讲叫做日本乌甜啊，啊，正确个名我啊无闲去甲查，哈、哦，啊，另外这只虫，伊若来翕落这底个电源可能看无，啊，底下要有对比色，我看着哈。啊！你看，伊这嘛是头拄个猪心虫一种嘛。哦，啊！你看，遮细只，伫我手里遮细只，一天鸟。但是我都甲迄张手啊大长正死。啊，这就是伊个幼虫拄咧长。哦，我若想讲，我来做树医生，我若甲注射，哎，结果我救起来呢。因为我知影正常迄个注，迄个食死，我一我一个看到，我讲哎，赶紧无处理即种个迄个食死，所以我。结果有球动啊！你看，发个青青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或者橘红那个春象哈、哦，啊，因咧开花啦，啊，这个主席啊，开花刷诶，结语讲，咱明仔载要来食对一丛散会，安尼，即嘛拄好我看到，我甲翕来。啊，这树葡萄拢许鸟啊、甲鸟鼠啊，食甲空空吼。食甲春皮啊！啊，这猪骨头，较早拄开始我看灯乌，叫是讲乌着色啊，着搬来食，还个足酸涩，还有猫巴拉味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尾啊，人搬到人参观咧食，第一工拢讲哎，有猫巴拉味；第二工来搬到食，嗯，还有色起来味；第三工讲是奶汁的味。啊，第四刚好讲百香果，拢都有讲六种口味，不同时间摘有不同的风味哈、哦。啊，那么那寒天迄帮花吼，都要往年迄阵，迄批我上爱食，迄批果吼会拖较长，啊，伊会掉到树上不会掉下来，伊会像迄个葡萄准打爆的，啊，迄般来食有葡萄酒的味道，哦、我最爱食迄款味，啊，酸甜酸甜，还有酒味，还佫香。个甜，结果唔是我爱食呢呢，白头翁嘛最爱食个，啊，所以有一天我中昼时咧困到，白头翁食食个在咧唱歌，完了可能咧搞示威啊，我注意个听伊讲，一般因咧讲拢讲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吼，啊，迄只要讲台语啊，伊讲巧克力醉骨力巧克力醉骨力吃整天醉一整天。吃骨力醉骨力，吃骨力醉骨力。哦，我听着我困袂去，讲要是我遐辛苦种啊，你拄仔甲我食食，佮拄仔甲我摇摆，讲吃骨力醉骨力，吃骨力醉骨力。嗯、啊，另外一只伊也要算出来看，伊讲伊食几粒，即种三十五粒，即种三十五粒，伊讲伊食六粒啦。哦，啊，这趣味趣味啊！啊，即个嘛鸟食，我拢讲啊，食剩的我的哈。啊，这风灾了哈！这个莫拉克风灾未来，我就想啊，这个 Y 字形一定为只掠位，我就这个北啊，
结果天算不如人算，伊煞为遮个咧熬顿个哈。啊，这就全倒。啊，这就较轻个风台，叶啊叶扫掉个尔，啊，枝干也无要紧哈。啊，这连面就会阁出新叶啊哈。哦，啊，摩拉哥风台真正大。那有法度甲椰子树淹倒，迄风台拢足大。我真罕伫看到讲椰子树会倒哈。啊，就倒位我这边来。啊，这侵占我的领空，啊，这就边外的，哦，啊，我若赢落，啊，就去甲凑一只来食，哦，现捞的，真正足甜足香，啊，这拢风灾哈，啊，风灾包括有水灾哦，这迄落玉叔叔环美浸水连续浸两天，金拢烂的，拢全倒了，好，啊，这就算被。水伤，迄种水伤哈，尤其咱个蔬菜哦，你若连续风台淹水，就叶啊拢烂哈。啊，这嘛是，我遐，阮屏东地区遐地下水位足浅个，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，浸着我个根，即丛树啊，伊个根插足深，我浸迄个浸着哈，地下水位因为一直落，阮遐落到尾个，家己会出泉出来哦。啊，这个人祸啊！这阿门陀甲狂到这，伊若无力甲你建起吼，伊个巴肚食水，内底无氧气，根嘛做个白去，做个烂根，啊，树啊就发袂水啊哈，也去。啊，拄啊讲个迄落树葡萄，啊，这有这树西瓜的灰，哦，树西瓜的灰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树西瓜，哈，好。啊，这炮弹连入，哦，啊，即嘛有飞弹连入。啊，佮有迄个巴掌莲露，一粒差不多两粒一斤啦。好、哦，我种一丛荔枝，足大丛个哦，足大丛个生一粒。有机个哈，我来讲，珍贵伫遮，有机个拢无厝农药。啊，种就是因为足济果树，你即爿若无厝农药，差不多拢无通去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一粒，哦，迄个放个咧食，着爱看看品尝。哦，感觉加做好食，啊，能量啊一定足强的。因为我过去我伫阳台，我若有种丛辣椒，我想有时啊落雨，啊，咱就想讲要来用一个酸辣椒来温物件食。因为我最爱食辣椒，酸辣椒嘛。有时啊去餐厅食，感觉餐厅的小姐较熟啊，拢小姐酸辣椒。啊，有一届个个安尼讲，伊煞笑笑甲我讲。哎、欸，潘先生，阮小姐，阮是要生囝俩，阮袂要生生辣椒啊！啊，啊，结果我种一丛辣椒哦，拄啊生一粒啦！啊，伊讲我拄啊想讲，我要来问导游吼，啊，无迄粒都完啊，差不多看色啊，本来怎啊切到，他唔知遐咪我担看嘛，担一个像迄个火烧着啊，赶紧去摕边角有，安尼一粒一粒食，食头半点钟较退烧。哦，迄能量唔知偌强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即粒哦，迄能量唔知偌强在底吼。啊，你若拢卖厝，拢要啊，来点占比我较济哦，我拜你为师吼、哦。啊，这是网络人传来互我吼，唔、哦、是我种的，我还先声明的。啊，今朝有人生安尼啊，到遮还阁飞，还阁咧飞啊，啊，都爱用竹啊，用条啊来吐呢吼。哦啊，无迄丛金蕉3600条的金蕉吼，足重的吼。OK， 啊，即我刚聊，我从早晚我会拄到只野生动物，我用一个粘鼠板，好加再有粘着。啊，若无你要看我做伙困中昼，我若要加着，我就今仔无徛伫遮。吼、哦，伊只足毒的，你若要加着会起爱困，啊困伊就无起来哦。啊，即我的电脑开关吼。我要拍开，你叫我来拍袂开，原来一只蛇徛伫遮，无怪我门拍袂开。啊，即我饲个蛇好足大只，足长个，即下骹佫差不多两尺长，伫涂骹。因为我鸟鼠啊足济嘛，啊蛇会食鸟鼠嘛，哦，所以即只我饲个哈。啊，即二号大黄蜂，黄腰大黄蜂啊。啊啊！伊个手拢做像迄一个独立安尼。啊，即、這个即有第即有看无敢有啦吼，即有一个是迄个虎头螃蟹，
哦，我看着惊着咧，所以我叫消防队倒来啊。啊，消防队都两个少年咧，足轻敌的落中落中来，讲啊，恁遮较有可能有火头棒，你一定是二号大黄蜂俩。啊，伫底咧，带我来看，我来甲带伊报。哦，伫遮，伊两个徛咧看，好，两个拢翻头用走的走，我一个走安怎？火头棒啊！我啊，你毋是讲毋是火头棒？啊，恁一个走安怎？嘿，定死人呢！讲好安尼哦，我啊无嘛处理一下，我可能就要拜托恁来处理个，我煞毋知到迄个火头棒，哎，两种摕伫个消防车什么料头个。反正歹势啦，阮都袂记扎防护衣来啦。哦，我电话中就甲你讲，火头棒啊，搁恁遮轻敌。好，即马不用想讲啊，阮有一个火焰枪，我迄长长个火焰枪，我用火焰枪来个收。哦，拜托唔当，我迄阵已经卖人啊，万五块卖人啊，刚收五千块定金，你搞烧掉，我还搁赔人钱。啊，无阮明仔过来好嘛？哦好，两个人等伊。隔工靠啊。歹势，阮囡仔有轻雾，我连工较起好。哦，我轻雾吧，免，我甲你处理。我著得个倒菜刀啊，用一个三角架，哎，下再甲吐一个吐无掉，紧走好了。中昼佫吐一个，吼，飞来到头离我两公尺，我去叫要飞呢。到下晡迄个我吐会落落来，好，啊，所以就我吐落来。哦，这是黄腰虎头翁。哦，啊，这普通真正定死人哈。OK。哦，啊，我遐生态丰富啊，另外这只蜥蜴啊，食这只蚱蜢的饭哈。啊，这只都唔知啥物款的蛾咧，那个唔捌过。啊，这斑鸠斑鸦伫我的三月因电管遮羞。啊，这伯劳鸟，这即马行情一只头8000啊，因为。乡村遐有一个人兜个冰箱，迄个公园警察查着，内底有十只波浪鸟，开罚单，开罚8万，啊，所以这一只8000，啊，咱来好好保护啊。啊，这白鹭鸶伫我边啊，好，啊，这个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交通号志伫我遐，注意伞兵，跳了你没有等着，哦，万一这有重装备，你来又喊着，对不？啊，因为今仔楼卡有迄个台语问的这个，因要开一个国际会议，啊，我迄个音控，啊，我的时间也拄啊到即马才到位啊吼。啊，今仔感谢大家，下卡还有今仔拿连江卡过来甲大家介绍，多谢，谢谢。起立，我甲你校长兼公证，今日，请坐，休困10分钟。